岁末年终，救国团基隆市中正区团委会特地举办转角遇见爱活动，邀请沙威玛餐车到基隆市社会处委托伊甸基金会经营管理的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现场制作250份沙威玛，让身心障碍朋友及工作人员享用。好吃的沙威玛也让身心障碍朋友们感受到社会各界爱无限。250份沙威玛给全体院生使用，那也很开心遇到了基隆圆圆圣母关怀协会的王会长，听到了之后也一起共襄盛举，提供了250份红豆汤。那也感谢市长秘书张浩哲莅临现场，代表市长关怀身心障碍中心的全体院生，然后我们秉持着推动谢市长打造基隆市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的理念，我们继续会关怀弱势团体，那继续为公益而付出。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基隆救国团的郭会长率领我们43的沙威玛团队以及远远关怀协会的王会长一起到我们中心来，帮我们让我们有个服务对象，有一个愉快的下午茶，提供了沙威玛与红豆汤。那今天也谢谢我们市长的秘书，一起张秘书到我们现场来跟住民一起同欢，欢度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另外，基隆市圆圆圣母关怀协会同时也购买了著名的红豆汤，搭配沙威玛一起，请身心障碍好朋友以及工作人员享用，爱上加爱。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